一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个话搞定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全军出击！阿里这位置，看一下我们的 A 场 A 往后拉。不着急啊，我们慢慢打。我现在不着急，给他都行。暴击了，运气好。不知道被哪里了，技能都没有，还敢往前压？那只能说自己白给。我的攻击码数比他大，不好意思，死不掉，我要反杀你。还是他都没放准，有点可惜。但这波线他不敢吃的，稳住，得稳住。不着急，我们先吃线。先走，先走。先吃了就可以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先走了，先回家。咱把订阅点一下，这边还差十个订阅，就当十个订阅。把钱吃一下，到哪掉的有点多呀。
这波不要去，把下面线吃一下。可以可以，这时候我们来中路。现在要稳住什么？把下路这波线吃了就是。不要管对面怎么打。对啊，咱们有没有老板帮忙凑一下呢？我们今天再凑一个水瓶子到30吧。咱们可以帮主播播一下任务，看得不错。这时候继续，看下有没有机会。等等等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稳住先。现在吃了之后，我们继续。多少呀？好好打游戏，看看这波能不能分。追不上，开始撤退。有不行，主要是确实有点追不动，点的攻速点的太多了。的话进不去，凯剑的难我们肯定暂时不能拿。这位置先等一手。可以直接抬走。先压他，快走快走，都是小心哪吒。他掉了，看能不能救一下。
这个，我们接着压。这回三。得先走。然后把家里面的红拿一下就行。刚才不停备开吗？是吗？还好吧，因为习惯了就还好。真的有，咱们直播间真的有没有大哥的帮忙凑一下？就这一个血瓶，我喊了好久。我先拿个红吧。可以可以，直接拿下。